欢迎收看三哥搞色球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2024年啊 WTT 澳门冠军赛乒乓球男子单打的16分之1决赛啊，是由李世东对阵杜达，李世东正手直接弹网1-1打平了，杜达发球。好的，这白朵正手直线，连续僵持再拉斜线，正手直接失误，李世东2-1领先着杜达。杜达这个失误有点尴尬，比赛继续，杜达继续发球。好的，再摆短，穿直线，这是为大长球直接轰出界外，3-1。比赛继续，现在看看李世东发球。好的。拉斜线，正手强攻，杜达回球再次弹网，4-1了。李世东擅长是反手，但是成功率还需要加强。李世东继续拉斜线，连续僵持，正手强攻，再发力，漂亮！杜达回球再次弹网，5-1了。杜达回球弹网，杜达继续发球，发球直接弹网，6-1李世东。杜达现在这丢分丢的太快了，杜达发球拉斜线，穿直线，再次出界，7-1。李世东继续发球，好的，再摆短，正手直线，李世东发力了，左右斜线漂亮，8-1。哎，李世东那今天打的板正了啊，走进来王浩感觉特别轻松。李世东继续发球，好的，再调连续，杜达回球9-1。比赛继续，现在看杜达继续发球。好的，挑，正手强攻，李世东连续进攻，再回球，哇！李世东这个球回的漂亮，哎呀，这球回的真硬气啊！这完全被打退台了，还能回去，这球。你看杜达气势一下就打没了，哦，林振东这球回的硬气啊，连续僵持漂亮，11-1。